对啊，是啊，他往水池去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动作像在喝水？他不是下雨吗？下雨不能喝水吗？是可以啦，可是，哦，真的是喝水，可能是喝水。哦，有吃到，刚有吃到一口哦。他在吃那个小青蛙或蝌蚪。下水了，下水了，他现在在水里了。那他，啊、哦，飞走了，飞了。那跳上去干什么？到他家要走一走啊，不然如何捡回的？啊，真的好好笑。哇，缅甸属缅甸哎。那上面藏哪去啊？对啊。但那里应该没有青蛙啦。没有，可是他要换过运动啊。他应该还会再移动啊，因为那里没有青蛙。那不啊，我知那不。上去还好，可是他可能上去他又没有安全感。那他哪去那里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看不到了？对啊，因为他被挡住了。哇，躲到后面去了。嗯。